可以做口罩。对，你那边做面包，开面包做吗？他们是有得奖的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四年快五年，但是我们面包店才开两年多，所以不想回家。不过已经打开了，先赚一点。他们把台湾四只流浪猫也带来了。啊，真的？厉害！那他们现在有说话吗？我会讲，都知道。带着我喜欢吃的，然后就去买了十几个他们店里的卡烧，对，亲手做。他们真是丢了一整盘，我听说他们有特地丢了一整盘。对，然后还有给团客。耶，哇，来着，好，哇，好兴奋。我们拍一下，我们拍一下。那你也进来，你也进来。我们拍一下，给你们看。